还不起床？几点了？8点多了，还不起床？天天就看抖音，快点快起床！看手机，我说这个抖音绝对是那个精神鸦片的哈，早上起来就是刷抖音的，也不起床，也不洗脸，也不刷牙，快点起来！又跑到外面来洗澡了，又到外面来洗澡了，又到外面洗澡了，哈、啊，来卫生间不洗澡，你老是跑到外面来洗澡啊！快点！嗯，饭也不吃，这么好的面呢，不吃，外面去买，给他没办法搞了，生活不习惯不一样，哎呀，乱七八糟，大家好，我浪着你说啊。因为疫情呢严重了，没办法了，每天没工作，在家里玩了，不赚钱，不工作。谁在福建过来喝茶，聊聊人生。我看一下。鸡蛋的吧？还有什么？这里面还有什么？鸡蛋松。鸡蛋。嗯，放鸡蛋，啊，放点鸡粉，放点粉下去。嗯，你把这个茄子，炸得跟那个咸鱼一样的，哈哈，面粉呐、啊，鸡蛋呐、啊嗯，这茄子这苦的嘛，这样炸的好吃吗？哈、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太稀了，要水少一点。带船呢？你妈妈要少一点。带船。长得有什么味道？嗯，没味。放点盐，要辣椒啊，好吃，没有辣椒不好吃。不好吃，那四个叫我们帮他，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你吃多了，我吃多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全部都喜欢这个。放什么下来？你就这样啊？放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放盐，盐吗？嗯，一点。一点。哦。这什么味精呢？嗯。放味精啊！味精呢？放里面。柠檬。还放柠檬。你要切吧，嗯，对，要切吧，还放那个，不、嗯哦、放这么多，这个好油啊！我讲这个就好，这个好鱼肉，好，这个刀切去，嗯，哎你，这样你放这。
哦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因为把人切的炒的吧，不炒的吧。这一封放下去，再放下去，哎，放下去。嗯。要那个皮不要皮要吧？全都放下去。嗯。皮不要。啊？皮不要。哦。No。啊？不是。不这样啊。No。嗯。哦，积水呀、啊。油炸茄子，那那个茄子用油炸的，我还是看见第一次看见。OK 吗你？No。还有几吧？这个还有几下来吗？是吗？这个还有几节？你想再不吃吗 ？No。柠檬、盐、味精、大蒜、辣椒、红白糖，出来是酸酸甜甜又辣辣。搞出来就这个汁，这汁蛮好吃的，五味俱全，它是十味都有，酸辣苦甜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这么个什么味道，醋醋的鱼肉的味道，这样一片子，还是比较 K 味的，比较减肥呀、啊，这个东西吃下去。酸的辣，好吃。这个料好吃，这个油炸茄子是不好吃。这个料回去学一下很好。这个汁味的还好。好。又酸又辣又甜又咸，还有点带一点臭味，非常吃肚子里的油啊，感觉。